定去那边怎么着，把这个是就说挺好，哎，开心 ，Hello Hello， 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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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我俩分了分。老子。还有还有，来这放点去。阿皮，你要照片的吗？你在哪里啊？五十号。哎，妹妹在哪里？在哪里？Because we have two groups, one group is English and one group is Chinese. And my name is Jenny, Chinese guy. Okay, nice to meet you. Okay, and my co-worker is 深五十弯，颜色也差不多的。Okay, 是吗？啊，那两弯呢？大概一块美元的。五十万大概二十块美元的，25块美元的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先付钱之前，各位要看清楚了 ，OK？ 啊，我们还有什么呢？十万，啊，十万大概5块美元。Because he's busy now, so at first I will increase by Chinese for Chinese guy and for Chinese group. OK， 体重在这个地方大概有2个小时左右。在这个地方给各位自由活动，要吃就吃，要买就买。OK， 然后我们集中哈，我们就去什么地方呢？我们去68楼这个地方，我们是信用卡。信用卡就是我们胡志明市最信的卡，有68层楼，也是胡志明市最高的一层。OK， 我们会来到49楼，在上面我们看那个胡志明市的全景，然后我们会来到槟城市场。但是因为槟城市场6点晚上就关门了，那所以我们在外面呢，那两边路会有那个电视。Xin chào, maybe more polite. Xin chào.And how to say thank you? How to say thank you? How to say thank you? We say 感恩 感恩 like a mom. 感恩 like the city of Ho Chi Minh City. The city has two names, Ho Chi Minh and Saigon. Yeah, on the way.And it takes you around. 胡志明是各位听我的名字了没？啊，我知道，其实各位的目的首先是去日本，但是因为有台风是吧？所以呢，改个行程，我走那个胡志明。胡志明就当着那个中国的上海差不多啦，因为胡志明是我们全越南最大的城市，经济也是最发展的城市啊。我们胡志明是大概有2000平方公里大，有24个小时，人口有多少呢？人口大概有1000万人口，够吗 ？OK 了哈。要在身上，车的身上哈。那所以呢，有一次我客人有遇过一个骗子，就是他看到27，但是前面他不是38，是56，啊，就是发现。但是我们也是买的房子，我们买好的房子放到那个交通公安 ，OK， 警察啊，他们。穿黄色的，他们是鸡蛋的黄色，鸡蛋黄的颜色，就是交通部 ，OK， 我们越南呢，如果是交通部是鸡蛋的颜色 ，OK， 如果公安的话，我们车停在哪个地方也是我们集中的地方，我们呢有2个小时在这里，谁讲英文是做你外部车 ，OK， 哈哈哈。Yeah. And so, in Saigon, at the moment, it's very busy. It's very busy. Be careful with your. 打电话再坐过来，因为我们的中心车不能停留了。
这么会 Yeah, 8 o'clock. Please, 8 o'clock. Yeah, I waiting for you in front.我们是算什么？我们不算越南盾，不算美元，是算黄金的。一个平方米是多少黄金？你们猜猜，你们可以猜一猜。最低哈、哦，最低大概15两，黄金一个平方米。而且在这里呢，租金很贵很贵的啊，一个小小两米宽5米深的一个巷边。大概一个月租金大概都最低3000美元，最低 OK。 所以呢，如果这个是一个进步啊，他们钻石买进的黄金的，但是其他他们也是换外币，你们需要换就换，但是我建议各位我们不用换太多。
我们进吧，进吧。如果来，邊度影相噶？好恐怖啊！我坐住。